好，一样哦，用肚子的力量跟大腿的力量哦，来走。One。甜美的嗓音，动感的舞姿，是国标女王刘真给人最深刻的印象。但是现在恐怕再也看不到。长久以来深受主动脉狭窄问题影响，2月7日，刘真和家人讨论后，决定到台北荣总进行主动脉瓣膜狭窄置换手术。但是在开刀过程中，心跳停止，功能恢复不良，紧急装上叶克膜抢救。2周后又撤除，改装上心室辅助器，等待换心。甚至一度传出脑压上升，进行开颅减压手术，但是依旧脑压过高。22日深夜不幸辞世，享年44岁。哎，哎呦，可以哦！其实刘真从小就爱跳舞，芭蕾舞经验超过12年。直到18岁那一年，他开始接触国标舞。大学毕业后考进了美国银行，但是却在23岁时舍弃金饭碗，开始朝向舞蹈发展，进而踏入演艺圈，也遇到一生挚爱。我老公是一个很贴心的人，他就说以后我们的每个月22号我们都要过，因为是双双节。2014年和新龙结为连理，隔2年生下独生女妮妮，一家三口很甜蜜。但是今年就在刘真病情危急之际，新龙也曾经在脸书上许愿集气，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换刘真的生命，也喊话女儿需要妈妈，但是无奈如今从此天人永隔。换新闻综合报道。